我是特别追求自由，自由就是什么呀？就是管好你自己，嗯，来，管好你自己，嗯，别招人讨厌，嗯，所以我现在耳聋眼瞎，嗯，戴一墨镜，压低帽檐儿，嗯，然后穿一雨衣，现在雨衣也不敢瞎穿。嗯，你说你这玩意儿是美的的雨衣，是我这个还是恐怖分子的围巾呢？你当我这帽子好是吧？这老邓新给我的，这什么帽子呢？是我军，嗯，我空军的，歼二十还是歼二十二？嗯，来，嗯，平常呢，我听耳机。嗯，我手机我都放在耳机上，只有我能听见，我不至于扰民啊。那你说你管好你闺女呢？我闺女是纪律特别好，纪律特别好，所以我简易各种都有。嗯，然后呢，我哥们儿的店，有时候我过去聊天儿。他呢，他过去也看一眼，又要核酸检测了。不去，说，快来说。老邓说你戴上这帽子好，说明你脑子里边有货，是可以做那个叫响尾蛇机动吧。还是什么？我现在多年海湾战争以后，我社长死之前跟我说：“你别去中东，你跟我发誓，我就发誓不去中东了。不去中东，我也就不研究那些武器了。不研究武器，也偶尔被误伤。这两天就是一帮人啊，也不是什么人吃饭，他们瞎聚集，也没做核酸，啊。”然后一起聚集，可能里边有敏感的人，然后呢，就有那么一个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翻墙，我看不见外边，就墙那边就说，怎么几次提到我大名，其实里边那东西我看着也像我，是一胖子，你看我胖吗？我1.84米高，昨天我称体重89.几公斤，那胖子到我肩膀比我还胖，我今天就发了一个视频，说那不是我，你们批判我半天，批错了，那人根本就不是我，我挺想去那饭局的。那帮吃饭的人不让我去，怕我拍他们。李成儒就是，李成儒多少年了？他是最早就是，只要最贵不要最好的那个李成儒。李成儒是最早注意到我这机器已经到底好的，但是自从他看见我工作之后，他那大片他叫什么？他拍了个电影。他说能当大片，结果那大片夭折了啊，票房都不成，他都不好意思提了。首发时候我去的时候什么葛优啊，谢元啊，反正你能想到的大腕全去了。但是那片不好，他就不让我拍了。他说他怕我拍，因为我这东西是一镜到底不剪辑，我开机了之后我就刀逼刀啊，我是不剪辑的，我认为是比较接近真实。你他妈不让给自己穿上，来，掏起，不要去有人的地儿，来，让爹摸摸，啊，不然爹就拴你了。没人的地儿，去叔叔那个地儿，叔叔那地儿没外人，可以开。我是你妈逼，跟局长说
说了，我说你妈逼这个谁那个侯军，我说我就他妈问的，这人事部改革大会上我问的，我说我在这儿没写这个，我说正常退休，我说我这工资待遇变不变，对不对？待遇不变，工资数变不变？不变。他们怎么闹跟你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我说现在房没给我解决呢，来，待遇也没给我弄呢，来，对不对？我说你那个，来。哎，不去，不去，来，哎，说。后来我说了，还回到我这儿。嗯，我这自己以为是压低墨眼儿，戴下墨镜，拿耳机，穿雨衣啊，上校雨衣，签22，以为这些东西都武装到牙齿了。嗯，就是为了怕别人跟我一样。嗯，因为老邓跟我说，这帽子。没有，只有他们 CCTV 军事电视台啊，解放军才发呢。嗯，大连电视台侯延迪也跟我说，说美军这上校雨衣一共就一件，他把这件给我了，也应该不会给人重。嗯，今天这么着出来，就是给自己摘清楚点儿，认错人了啊，我军也认错人了。敌军更是啊，那心黑手辣，你在墙外边隔着墙攻击我，知道我没有还手之力，你看对了再说。我1.84米高，那胖子没我高。我一镜到底，那帮人不说了，墙外的事儿。